望的未来，就像红橙黄绿蓝靛紫。小宝贝，我用彩虹和你约定，一起走过童年的记忆，
位家长，各位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好，我是我们新七贤幼儿园的铁男老师，也是今天的主持人之一。那我是罐头老师，各位晚安。晚安。好，那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小鱼老师，我是音乐课的小鱼老师。那我们再次欢迎，谢谢各位爸爸妈妈，你们今天晚上的莅临。那我们精彩的活动就要准备开始了，你们准备好了没？啊，这样子就准备好了，再一次准备好了没？好，来，那我们活动马上开始，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在座嘉宾，大家晚安。今晚的星花朵朵音乐响宴暨成果发表会开始之前，我们大班草莓班将带来的 Thank You Mommy 为我们揭开星花朵朵开音乐暨成果发表会的序幕，希望今晚有一个美好欢乐的时光。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大班带来的 Thank You Mommy。园长妈咪为我们祝说说祝福的话，谢谢。各位亲爱的家长，尤其今天妈妈还有阿嬷们，还有我们亲爱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宝卷，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真的是大家在工作很繁忙之余呢，还要在这个时间来到这里哦。可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庆祝我们的母亲节啊，那我们还是欢喜的心来这边。看看孩子的学习，他们平常在学校里面他们的学习成长，趁这个时间也跟老师们来做一个交流。那七贤呢，四十几年，应该是四十八年了，这样子一直以来都是以我们就是妈妈，老师就是妈妈，就是阿姨，就是老师，就是姐姐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的孩子非常的幸福哦。每一个孩子都有很多个妈妈，妈妈就是妈妈，阿嬷也是妈妈。外婆也是妈妈，老师们更是妈妈，所有的七贤的老师们，我们都把我们的小朋友当作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的传统呢，就是家长来到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的让他们觉得是回家了，让我们孩子到在我们的家里呢，绝对是最安全的。在这边祝福妈妈们、阿嬷们、外婆们，母亲节快乐，阖家圆满，大家平安，谢谢大家。谢谢园长，谢谢园长，祝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哇，鲜花！哇，我们台
下可爱的小朋友，最可爱的哦，小苹果，代表着我们星期前所有的小孩。哇，我们谢谢园长妈咪一个深深的，哇，好漂亮的美丽的花。接下来是我们的感恩时间奉茶，苹果班的家长还有凤梨班的家长。学校举办这样一个奉茶的活动哦，就是让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记忆，就是在舞台上面呢，我们来孝顺我们的母亲，感激我们的妈妈，来奉茶，永远记得要回馈母亲的这样的心。接下来请苹果班的宝贝请出列，世界多么辽阔，我并不行了。因为我知道我最爱的爸比妈咪永远都在我的身后，不时的教导我照顾我。哇，谢谢你，我最爱的爸比跟妈咪，谢谢你。好，小宝贝们赶快找到你的爸爸妈妈，请奉茶。好，小宝贝们将您的茶给妈妈或爸爸。感恩是开启幸福的原动力，因为有您，我们如此幸福成长。在这奉上一杯感恩的茶，向您表达我们深深的感谢。宝贝，宝贝怎么自己喝起来了？宝贝，我们跪下来。好，这是悠悠班最可爱、最可爱、最天真的孩子了。谢谢妈咪哦，这一杯甜甜的茶，虽然平淡无奇的茶，但是喝起来却是非常的甜呢。好，宝贝，请戴上亲手手做的项链。宝贝，我们送为妈妈戴项链喽，代表永远都要保护妈咪、爸爸呢。帮妈咪戴上。好，将你的项链给妈妈戴上。哇，好特别的母亲节礼物哦。对啊，是亲手做的哦。好，戴上项链之后，请你们再给妈咪一个大大的拥抱，抱一下，抱一下，哦，亲一下。好，我跟妈妈一起有一个爱的抱抱。再跟妈妈说说话哦，要跟妈咪说什么呀，宝贝？我说妈咪，我爱你。好，请说。一二三，妈咪，我爱你。好，来，现在我们请家长和宝贝一起起立。然后我们现在呢，要来做，要拍一张大合照哦，请家长起立。好，家长起立。来，我们后排的爸爸妈妈，将你的宝贝孩子给抱起来。一起抱抱哦，来，我们来照相哦。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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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请小班、共鸣班的家长请就坐。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请上台，谢谢。请上台来接受宝贝这一杯甜甜的茶，感谢您对他们的付出。哇，共鸣班的妈妈、宝宝们看到刚刚我们苹果班，是不是特别的感动呢？好，那也请辛苦的爸爸妈妈、共鸣班的爸爸妈妈，请上台就坐。哇，可爱的宝贝来了！好，茶杯要端好，两只手拿好，我们要给我们的妈咪献上最温暖的一杯茶，感谢妈咪对你的照顾哦。妈咪就像一把好风伞，烦恼忧愁都能挡走。母亲就像一块保护墙，风吹雨打都不怕。母亲就像一个暖心港，受苦受累心踏实。母亲节来到，愿母亲永远健康幸福快乐。共鸣班请奉茶。宝贝，我们要怎么奉？请奉茶。好，对，脚脚要怎样？给妈咪茶的时候，脚要怎样？
哦，感恩是开启幸福的原动力，因为有您，我们如此幸福。在这奉上一杯感恩的茶，向您表达我深深的感谢。宝贝，哦，妈咪有没有喝完甜甜的茶？好，那现在我们要送给妈咪你亲手做的项链哦，为妈咪挂上项链，他们自己手做的哦。宝贝，请给妈咪一个大大的拥抱，抱一个，抱一下。好，要跟妈妈说说话，你要跟妈咪说什么呢？我什么？小朋友知道吗？要跟妈咪说说话哟。我爱你。是的，妈咪，我爱你。哇，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时刻。谢谢妈咪对你的照顾哦。好，那我们现在要请第二排的家长还有宝贝一起长高高，站起来。好，第二排，我们后排的家长来合照，来一张大合照。第一排的家长，我们就请坐下。对，好，宝贝想哦，站，看一下前面的，哇，好多摄影机，我觉得今天是超级无敌大明星，来照相哦。好，还有人没有长高高的话，也可以拍照。来，一二三，请照相。笑嘻嘻，好可爱，好幸福，好甜蜜哦。好，再给你们三秒钟，三、二、一。谢谢谢谢凤梨班的家长，我们请家长请回座。奉茶的爸爸妈妈们是不是很感动呢？好，那我们感动的时间赶快过去，因为接下来是我们开心欢乐的时光又到来。那我们准备欢迎大班的表演。那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大班带来的 Happy Dance。 我们双手鼓掌。哦，鲨鱼来了。Wow! You can really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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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see you dance. I can see you dance.
来啊，活力十足的高班将为我们带来轻快的节奏歌曲。爸爸妈妈也请你们和孩子们一起摇摆你们的身体哦，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蜜桃班带来的舞动青春，掌声鼓励。Their real mother died when they were very small. Their stepmother is not a very nice woman. It is almost winter. Soon, there will be very little to eat. Their father needs to go into the forest to try to hunt deer.
Now, let's welcome the characters. Wow, I
不过我帮你已经准备好了哦。那我们请各位家长再用一次热烈的掌声来鼓励他们，谢谢。好，来，来，加油！小鸭鸭飞起来了。我有一个 happy family， 我有一个 happy family。请坐下来，感恩是开
开启幸福的原动力，因为有你，我们如此幸福成长。在这奉上一杯感恩的茶，向您代表，向您表达我们深深的感谢。请妈妈喝茶，请爸爸喝茶。只喝上这杯甜甜温暖的茶。好，接下来宝贝，请献上亲手手做的项链，为妈咪戴上项链哦，代表着永远，我要永远保护着您哦。再给妈咪一个大大的拥抱。好，然后我们要再跟妈咪说些什么话呀？妈妈，爸爸，我爱你。谢谢您，谢谢您教我，谢谢您教导我，谢谢您让我读书，谢谢你，谢谢妈咪，谢谢爸咪。好，那我们现在啊，要请第二排的家长带着宝贝站起来，请起立。好，第二排家长，家长小朋友请起立。好，我们抱起宝贝。好，第二排的爸爸妈妈，将你的宝贝给抱起来。来，第一排的宝贝要转过来面向前面舞台，我们要对抱起来。好，哇，抱起来的同时，是不是觉得你的宝贝变好重哦？对啊，因为它长大了。哇，这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好，来，我们看看前方的摄影机照相。一、二、三，祝福各位妈咪、宝贝们。母亲节快乐！快乐！好，我们请的休息室来找邓老师、洪洪老师。那请辛苦的爸爸妈妈请回座。草莓班家长请就坐。好，草莓班的家长请上台。哇，这是一个非常感恩的时刻哦。所以呢，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利用这个小周末的夜晚来陪伴你们的宝贝孩子。让他们有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我都感动到说不出话来了。来，我们请草莓班的宝贝请出列，穿这样，从来没有人穿这样来奉茶吧？啊，你看多棒！好，宝贝请等等哦，要拿好两只手，双手拿好，双手还没还没，注意注意，等一等哦，等一等哦，等一等哦，哎呀，拿好哦。需要给妈咪喝的茶要拿好哦，慢慢走没关系。各位家长，你们看，我从我们从幼幼班奉茶，一直小班、中班，一直到现在的大班，有没有觉得他们真的长大了耶？哇，那个画面怎么很不一样？对，对啊，他们从他们最稚嫩的样子，一直到现在成熟稳重。那今天呢，我们到台上要准备奉茶。要奉足一个满满的感谢在这一杯茶里面。好，草莓班请奉茶。好，要请你的脚要怎样啊，宝贝？来，请奉茶。奉茶。对，带给妈咪要礼貌，对，好棒。感恩是开启幸福的原动力，因为有您，我们彼此幸福成长。在这奉上一杯感恩的茶，向您表达我们深深的感谢。谢谢妈咪哦。来，宝贝，我们现在送上你们自己亲手做的项链，为妈咪戴上，代表着永远要保护您哦。谢谢妈咪，然后要再给妈咪一个什么？大大的拥抱。哇，再跟妈妈说说话，这是最感恩的。你要跟妈咪说什么呀？要说什么？妈妈，我爱你。听到好可爱哦。好，那我们现在请后排第二排的家长请起立。好，我们请第二排的家长起立哦。哇，这样大班的宝贝哇，大宝贝，这个是大宝贝，今年就要上小一了，对不对？对啊。哇，转眼间他们即将又毕业了耶，好快哦。对啊。来，我们现在要照相喽，来，眼睛看前面，看前方，来，专业摄影师，你看好多牌哦。来，预备，三、二、一。
母亲节快乐！我们掌声鼓励鼓励。那个不能太久，因为撑不住了。接下来又由我们舞蹈班、才艺班舞蹈班带来的《胡桃钳娃娃》，指导老师是芳芳老师。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看舞蹈班为我们带来最精彩的舞出最基本的芭蕾舞姿。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呢，来欢迎舞蹈班带来的《胡桃钳娃娃》。
他们超聪明的，然后他们要变成叫做我的小时代。好，他们准备好了哦，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压轴的最后的节目喽。对对对，最后面的游戏有做好不好？对，我们要给你的掌声，掌声鼓励我的小时代。永远要做好朋友，哦，彩虹小马，哦，彩虹小马，友情的魔法，彩虹小马，我从不知道友情的滋味，彩虹小马，直到你来分享友情魔法，危险的时候不要怕，蓝色云豹陪在我身边，温柔又善良的柔柔，遇到困难绝不退缩，真正有帅气小将对决，把心中的羁绊忘，悠悠地土地闪电剑。